口尼吉娃娃 Pico， 我是大兔，今天要带给大家熊头乐园追逐战的直播精华。规则一，僵尸是熊头，那僵尸禁止秒抓跟丢狂暴。规则二，人类全部都要选小妹妹，然后打游击逃跑。嗨，熊头。熊头乐园啊，大家整游击。你怎么不动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怎么不动？熊头，给我做事啊，熊头！熊头做事，熊头做事。你刚才敲了四个还是五个？五个，有没有？真熊头就是不一样。剩最后一个小妹妹了，她不乖，她给我躲在那上面。来，熊头的魔法，哦哦，十二点钟帮上一只熊头，哎，你也是熊头，我们都是熊头。僵尸熊头表示羊头，哎，听到声音了，熊头我来了，他躲起来了，对，好像躲一个人，哎，绊他，绊他，绊他，救他，霸凌当代。各位小妹妹，我们还手臭甲的职场，藏在这里的话就不会被熊头发现了。那来下水道，阿兔啊，来啊！干掉他！往前啊，往前干！我灭喽！暴击！暴击！暴击！暴起来！没暴击！哎呀！熊头了！灭喽！一二个全灭，我不给他们压力。走走走！走了走了，哥走了。向着小学前书的前进，保安背部。我们看一下小房间里有多少只小妹妹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。好多小妹妹，甘尼老师，杀杀熊头大军冲啊！被打烂。啊，怎么有丑男呐、啊？哎、欸，丑男是怎样？选多米尼克，不要来！哎，谁丢狂暴？我看个名字哦。恩狂暴哥，哎呦，掉下来了！这个气球挡路。哦，这吉特利真的不错。哎，这吉特利很不错哎。不要再丢狂暴了，嗯，丢狂暴。哪个渣渣在那边丢狂暴？啊，我挂了。我来检查一下是谁在那边丢狂暴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谁一直丢狂暴啊？哎、欸，太快了吧！你给他们剩一排了，我们直接从底下点，来来这里点，这里点，来来上上上，对上，上上上，再一只，又有人丢狂暴，啊，
把它灭咯。红色被打烂了啊，全灭。喜欢平民玩法的话，欢迎帮我按个喜欢，订阅我，直播时来找我玩哦。罗里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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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里控